我很好笑。你好意思说我好笑？上面一点，在上面，走正直，正直再上去。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。有了。我们这个是一个很久但这个不是很久，这是最近，这是后来才做的。这个其实是一开始就有的。一开始就有了，对不起。对，但是这个家出来。哦，所以它是老宅，它是老宅的一部分。是，所以这以前是大户人家，大家族，是有家族的家庭。你快到鸭子了，到鸭子了。所以你要往左边。往左边。而且这个地点应该也是台南的繁华。继续往上啊！以前这边不算，手要往上才摸得到。以前是从海岸路开始做那个，不够高，开始翻山翻了跑。好了，在东街啊，什么这边附近才开始，一直在那个。往左边呢？往左边。对，上去。不要再上一个。你的右手说不要抓那样，对。再上去。右手抓那样要扣分哦。那不在路线内。脚先踩好，左脚找地方踩。你的右手，你的右手。还有右脚找地方踩，右脚。啊，他也厉害。好，还是右脚。Right side。看到了，上面那个红色。这个明天要爬哪里去？刚刚有爬上去，他全部都爬完了，他就像爬过去爬下来，他全部爬完了。爸爸，你说，最近仙界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讲？仙界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也是仙女。仙女先，你不要踩人子。仙女不要踩人子，仙女你过来。来，仙界在这边。来，等等，那边是房间。什么的。好，那你要爬下来，是要我放你下来？我要放下来。好，那你手放开。好，不下来。手不用抓。